在香港做電影一啲都不容易，因為我哋個市場是萎縮緊嘅。我揀咗一些很麻煩的事去做，我很想再呈現一個不一樣的賽車電影出嚟，譬如要在彌敦道尖沙咀拍攝啦。我哋揀咗亞街老街四部車起步，即雖然好話好多地方都封咗俾我哋拍，亦都有很多工作人員去睇住，但係你都會擔心會唔會突然間有啲車唔小心行咗入嚟，咁樣會有意外噶嘛？真係要好相信攝影師俾我嘅 Q。導演俾我個 Q， 我係完全唔可以咁樣擰頭就扭嘅，我係要望住前面咁樣扭落去嘅，我係好緊張咁，我真係咩都唔理噶啦，你話扭我就扭噶啦，因為一有咩意外，真係係一個好嚴重嘅意外嚟嘅。我第一次俾個石澳道嘅劇本出嚟嘅時候，副導演第一句就問我啦，佢話導演啊，不如乾地啦，其實石澳道係擺唔到水車嘅，我擺到水車俾你，放到條喉都做不到，你在劇本上面寫你要將水彈到高過架車，這個是講緊紅雨以上的效果才會出現的。我第一句跟他講，我話我不想俾呢啲嘢觀眾看，我覺得我入場我是希望看到一些我未見過的嘢。我哋需要自己繼續努力，我哋要有更多資源去支持香港電影。我希望大家喜歡速捷，多謝你哋。